下了整整一个多星期的雨啊，终于见到太阳了。这个天气啊，忽冷忽热，把我也弄感冒了。啊，一会儿20多度，一会儿10度，太变态了这天。哦，哎，今天早上起来看到太阳，太舒服了。昨天晚上还在下大雨呢，噼里啪啦的。这早上起来就阳光明媚了，啊，空气特别好。要是再这么下下去，哎，身体都要发霉了。估计雨季应该过去了吧？这个草又开始疯长。上星期剪完的，一个星期又那么长了。My God， 我的手机啊，不知道摔了多少次了。这架子太轻了，风一吹就倒。架子的问题，是风太大了，倒了好几次了。放着这个水龙头啊，坏了，这一开阀门就往身上呲，行不行啊？开小一点试试啊。啊，你看，我的妈呀，呲出来了，自然的，我都不用动。啊，你看，变成自动的了。我都没按呢，自己就喷了。哎，这很长啊，这个管有50英尺长。这个管是，哎，还好，幸亏没有沉三叉口出来，三叉口出来的话，就得刺我身上了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啊，赶紧给关了！啊，来，熄火了，正好洗洗手。OK， 哎呀，身上还是被喷湿了一些，哎。衣服还挂在前面呢，什么钱包、钥匙全在里面。啊，没问题，还在呢。这要把我拿走就完了，所有的卡、钥匙、ID 全在这儿。这个树啊，不能让它往上再长了。再长的话。越长越高，把窗户都挡住了，这边也不能出来了，骑着这个再出来，这门都打不开了。
个树吧，一边倒，前面有阳光，它就往这边风角，然后那边是缺一块，阴面就是没有阳光，它就不长。你看这花，看这树长的，就长半边。哎，这小鸟，你看这俩小鸟一点都不害怕。这不知道什么花。我一个同学给我寄来的灯，我老家的一个同学来拉斯维加斯参加这个灯展，参加展销会，然后呢他走的时候他说给我寄一个灯，这个灯很大呀，我以为是一个小灯呢，那么大一个灯呢。那天寄完以后，后来告诉我，他说他去寄这个快递的时候还把钱包丢在那了，身上的所有钱和信用卡全部都落在拉斯维加斯。结果呢，他们人已经离开了拉斯维加斯，已经去洛杉矶了。后来我给他查了那个这个快递点的电话，他打过去，然后那边人说我只管查询，别的什么也不管。弄得我特别不好意思，给我寄个灯还把钱包给丢了。这寄过来好像邮费不便宜啊，好像花了100多的这个邮费，120好像。120刀，挺贵的。啊，那他这个寄联邦快递，那肯定是贵的。其实他可以寄这个UPS 或者是 USPS， 可能就会便宜一点。这还有一大块，这个树，这是隔离的这个树，就是我们家跟邻居家种的这个中间的这个树。因为长出来都已经，这门都打不开了。而且这个树吧是带刺的，一不小心会扎到。那长得太多太狠了。一会儿来拆我的这个灯。干了一上午的活，水还没喝上。每天一杯茶，赶紧把我的茶沏上。叫我妈寄来的茶。开箱。这有一个充电口，这个开关。啊，可以立开的。这个是，这个应该是室外用的吧。啊，就是不同型号的，不同尺寸。
哎，这个挺好啊，它是有吸铁有吸力的啊。我说呢，刚才怎么我就拿着啪一下掉下去了。就是这个桌子是铁桌嘛，你看它可以吸在这儿的，这一样的。这个是这是挂的，是挂在哪的？啊，这个是装电池的，四节电池，啊，直接就可以亮了。哎，这个是应急灯，应该是。没有把手，没有把手。可以，我录像的时候可以补光哎。充电器，哇，那么多充电器，哇，这还一堆电池，啊，我同学走的时候就等于是把这些东西全留给我了，哎呀，太好了，他就没往国内带，没带回去了。啊，这个是手电筒啊。哎，是手电筒，这个手电筒挺好，挺结实，晚上既能当手电筒还能防身，挺沉的这个啊，还可以闪好几档。还应该试一下这个灯，这边有电源。哎，有了。但是这个灯泡要是憋了，估计就不好配了吧。看这个灯泡还挺特别的，上哪去买呀？它有没有自身有没有电呢？哎，有电，它这里面是有电的，充了已经。这晚上拎一个这个灯，这怎么那么像鬼片呢？拎这么一个灯走在路上挺恐怖啊。啊，这是，哎呦，还是可以换挡的。好，最大的这个，来试试。变，哎，没了，这个不会闪，只有两档，一档是亮的，一档是暗的。啊，这个应该是，你比如说晚上在这儿，大家聊聊天，你看把这个放在这就行了，这个挺好的。哎，看看，哎，有那么一个灯，就吸蚊子呗，这边蚊子是很多的，那晚上呢？你要把灯一打开，你这基本上就没法做了。当时我们还买了一个这个灯，这个灯就是杀蚊子的灯啊。这晚上把这个灯插上，蚊子就会扑过来，扑过来一碰到这个灯，啪就电死了，这么杀蚊子的。这个纸有啥用啊？这么大一卷纸。